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胃真的不好，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没事儿，我回去睡一晚上就好了。你吐出来就好了，没事儿。没事儿，好着呢。不是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你想吐就吐。真的没事儿，真没事。 那李尚往来，我也介绍一下我的情况。我离13年目前单身，有个14岁的女儿，跟前妻移民加拿大。您单身啊？那您有再婚的打算吗？我当然想再找一个知心的伴侣，但是一直没遇到合适。就您介不介意就？ 就有婚史的，然后带个孩子，男孩。你要我离婚？不是，错了，您开什么玩笑啊？逗我玩？不是，就是，我是觉得啊，就像您这么优秀的肥水，不能流到外人田里啊。我家有田，我闺蜜叫甜甜。 特别好看，身材也好，我会做饭。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啊，她离婚手续很快就能办下来。你想给我介绍女朋友？您就喜欢什么类型的？身材高挑，眼睛大大的，不娇柔造作，没什么心眼。成了，就是我闺蜜，她就这样。 送子啊！哎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真没事儿，不用送，不用送。等我闺蜜手续办下来，我就给你2000现啊！缘分，缘分，缘分。哎哎，我送你进去吧。哎，不用送，不用送，让别人看不好。不用送，都什么事儿没有啊？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回去吧。好好好，拜拜。 缘分，缘分，缘分，缘分。